非常的动作，但是它真正的品种名称叫做边境牧羊犬哦，也就是它真正的工作其实是牧羊的一个工作哈、哦。所以这只狗狗今天大家看一下，哎，羊群跟着它的主人走，狗狗就亦步亦趋的跟着我们的羊群哈、哦，而且是跟在羊群的后方左右的来回移动，这是一个被规定的一个动作哈、哦。因为今天只有一只狗带羊群的话，它得要在我们的羊群后方左右的来回移动，修正我们羊群的一个行进的方向，甚至有的时候羊群冲太快，它还得要冲到羊群正前方，让羊妹妹刹车一下哈、哦。因为今天是在表演台，我们的羊妹妹可以狂奔没有问题。但是如果今天是在外头野外地区哈、哦，前面可能是一个坡坎或者是悬崖哈、哦，狗狗在后面赶得很高兴哈、哦，羊妹妹就一直一直掉下去了哈、哦。所以有的时候他们还得冲到我们羊群前面去让它刹车一下哈、哦。当然，我们的羊群现在已经准备要到达我所指定的地点，光靠一只狗狗是不够用的哈、哦。现在就让我们热烈欢迎我另外一位非常好的伙伴，我们的猎远牧羊犬吉妹。好像有点失望哦，哎，今天早上的表演哦，我们的狗狗一出来，大家掌以热烈的掌声哦。